耀祖。在8月20日即将会有一部很正的鬼片在全马上映的，就是 Lena 林嘉冰第一次以女主角的身份登上大荧幕的处女作，叫做午夜影像。平时见她好像仙女的样子，今次竟然要演鬼喔，我对她这个演技呢是非常期待的，但是我也对导演很有意见，因为你竟然夺走了 Lena 林嘉冰的第一次银幕的初吻，我一定要入戏院撑这部戏啦。8月20日全马上映《午夜影像》。